每天我们的 chef 都很辛苦的去蒸那个紫米和糯米，然后这东西对身体都是非常棒的。要尝试我们不同的产品，用心去制作的，每项都花了我们相当大多的精力，你会发现无限的可能性。我的名字是 Wesley， 我是本宫的茶的主厨。有一些我们亚洲人比较喜欢的丰富的各种各样的馅料，柔软的口感把它结合在一起，所以这个面包就叫软欧包。我们魔法棒系列，特别是草莓那些，它制作起来相当的复杂。每天我们需要制作面团、揉面、发酵、烘焙，最后还要打里面的馅料，最后做 decoration。我们的草莓每天都是新鲜切的，经过特殊的处理之后，让它在上面看上去更新鲜。我们的粉桃茉莉制作起来也相当的花费我们的时间，除了蛋糕，除了里边的桃子的音色之外，我们还需要用我们的茉莉绿茶去 infuse 我们的 cream， 就去制作这个慕斯。制作完之后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的淋面了。我们的淋面对温度掌握相当的高，如果一旦失败了，就前功尽弃了。我们的黑糖麻薯芋泥制作起来也相当的复杂，每天除了面团之外，我们的 chef 还需要蒸麻薯、蒸芋泥，我们的芋泥都是每天现蒸，蒸完以后还需要加上 cream 一起去搅拌它，所以它会 taste 起来非常的 fluffy， very creamy。